人类已经灭绝，但战机仍然在执行最后的命令。这是一部非常令人震惊的反战科幻短片《战争的最后一天》。这是人类灭亡几十年后，一架智能战机仍然在巡视领空，它的机身早已破败不堪，驾驶员也早已坐过多年，但战机却仍然在执行曾经的战斗命令。正在航行期间，一架敌军战机背后偷袭，弹药如同水银泻地般倾泻而来，战机不慌不忙地调转枪头，一个回合便解决对方。战机继续巡视，掠过暮气沉沉的天空。由于人类早已灭绝，大地上是一片废墟，最多的便是各种军事设备的残骸，似乎在诉说着战争的残酷。战机进入敌方领空执行轰炸命令，无数炸弹落到了城市里。就在这末日一般的场景中，依稀可见几株小草正在倔强地生长着。转眼来到20年后，一座宛如末日一般的军事基地里，摆放着好几个休眠舱一样的电脑机箱，隐约可以看见里面关着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他的身体并没有腐烂，不知道是死是活。他的头上安装着很多线路，应该和电脑相连。我猜测这应该就是人工智能系统的主脑，失去了人类的意识，只剩下大脑的基本运算和逻辑功能。人类虽然已经灭绝，但战争仍在继续。基地很快便开始运转，为战机添加弹药。此时的战机似乎更加破旧，在这20年间可能遭遇过很多战斗，基地的能量也已经不足了，只能停掉一切设施为战机充能。基地外依旧是暮气沉沉的末日场景，没有了人类的活动，仿佛一个死去的世界。战机飞上高空没多久便开始起火，多个引擎出现故障，它早已没有了任何敌人，只看见一群飞鸟在空中掠过。在即将坠毁的最后一刻，战机将驾驶员的尸体弹射了出去，随后一头扎进水里，在这个末日结束了自己的使命。而基地里因为失去了最后的武装力量，也显示战争失败了。此时我们再抬眼望去，赫然发现大自然正在努力重生中，但这个世界已经不属于人类，而是属于那些更加热爱地球的动物们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，欢迎小伙伴们点赞关注。